Sometimes people come to me and say, I want to start a company. And I say, why? They say, oh, I want to make lots of money. I say, forget it. You will not succeed. Most people that have started companies because they want to make lots of money, I haven't seen very many of those succeed.好吧，看完乔布斯的这番话，我必须承认我没有好的创意，我很惭愧，但惭愧之余店儿还得开下去啊。像金汉卿、王刚、尹世飓风、李子柒，他们淘宝上都有店。像这几类超级网红，他们开的网店，总的来说呢，对普通人的参考价值并不大。今年我也快30岁了，也算是经历了一些人和事儿。这期视频的主要内容呢，是关于17岁的我是如何达到月入数万的，一天赚几百块钱是没问题的。也不太相信别人口中说了你做淘宝马上赚钱这类大话。听到这类话，我第一个反应，他没碰过钱，我对钱没有兴趣，肯定是个骗子。应该没有人看到吧？创业教程看了很多，大部分都是些陈词滥调，有价值、有意义的东西并不多，特别是有关于淘宝创业最核心的问题，没有答案。搜索了这么久的资料，发现讲淘宝公开课的这么一群人，很多都没有淘宝运营经验。再就是有淘宝运营经验的这批人，通常都是老生常谈。订单越来越多的情况下，快递成本、人工成本、打包成本是不是都在降？要么就是过于概括，要么就是过于简单化。而我最想知道的部分，开店过程中遇到的挫折和他应对失败中如何成长起来，还有他的内心变化，几乎没有。我觉得并不是因为他们要留一手，而是因为他们不清楚，如果有人真的知道新手开淘宝马上就能赚大钱，这个秘诀早就被流传出去了，然后所有做淘宝人不就马上变成富翁了吗？对于没有淘宝创业经验的人，肯定会在网上搜索，大部分收到这类淘宝教程都是些陈词滥调，真就找不到参考价值的这类创业故事吗？知乎上我还是找到几个这样的故事，挺有趣的，听我来给大家讲一讲吧。宝宝呢？还没醒啊，宝宝。今天就和大家上网一起看看这些淘宝创业的故事。OK， 我们先看第一家，我也不知道选哪一家了，就选个最多点击的淘宝创业。哎，这个人看的不少。昨天呢，一个朋友联系到我，就是一个我们之前一起做一件代发的一个朋友，他一年前就是回老家做那个工厂啊，就是自己开了一个小工厂。然后自己做这个货源，也他的思路就是这个自产自销，也有淘宝店铺。我们先来看一下他那边的一个情况吧。OK， 他的故事都告诉我什么呢？告诉我他有一个朋友，因为贪心一件代发觉得不太赚钱，就回家投资几十万弄了一个制鞋工厂，结果生产出来几千双鞋子卖不出去，然后找他来推销，说了一堆不不啦啦啦啦，说完之后他就给大家建议不要囤货，完了毫无营养。觉得大部分观众进来看也都是看热闹的吧，吃完饭非常的热，哎呀，去换件衣服好。OK， 是我更关心你给他代发鞋子，你能赚多少钱，他能赚多少钱。 Pass。 淘宝创业播放量好像都没有破百万的，最高也就20万。原因难道说讲这些淘宝创业故事人他们都不够诚实，还是因为其他的原因？打工仔借10多万做电商，营业一个月店铺数据惨不忍睹。大家好，我是做电商的陈万山，给你们看一下店里的一个数据情况。
今天的？因为我是没有任何经验，今天是最惨的一天，只有三个房客，因为是自己在做装修的，没有请美工，所有的东西都是自己一个人在做，自主销量都没有，那是自己随便做的，都是新款的，还没上架呢，已经拿回来三四天了，好几天了，愁死了。不知道该说什么，具体失败的原因，从他视频里面看，一个包300多块钱，样式吧，都是大家都卖的那种。在做淘宝之前，他应该也是在做别的工作吧，不知道为啥会突然转来做淘宝，是因为觉得自己天赋很好，或者说做淘宝卖包很有前途，我不知道。OK， 看下一个吧。像冰晶美店的话，多少单呢？半年时间，差不多赚了30多万吧。在第一那一个月，就挣了20多万。比如说你写一篇文章5000块，然后你一个月帮别人写10条，那不就5万块了吗？保证，保证。下。不听，听又听不懂，懂也不会做，你做又做不好。越看越没信心，播放量是38万，你知道吗？看到这第一个视频。听他说了15秒，我想关掉视频。终于找到一个说话和逻辑比较清晰的 UP 主。